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中大家镇南宫十二月要来做酒高工，特别邀请到东港的东龙宫协助做王船，啊，台南客家的亚江镇嘛第一届要做伙来绕境。台中江苏金竹溪水干贝瑞乡，地到镇南宫要伫咧十二月举办飞机高空的祝酒大典，为着让更侪人了解祝酒文化，庙方即间嘛特别邀请专家学者来遮小开，请真侪文史工作者和民众报名参加。因为祝酒三十几年才来做一遍，啊，所以讲来参与者才有法度。帮咱地方来做一个记录。即摆佫特别请到东港东龙宫协助建造王船，台南客家的亚江镇嘛头一摆伫咧大甲街路参与文章，即边活动会当讲是办甲真热闹。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多元也非常丰富的一个活动。庙方嘛讲，希望透过江苏小界，和大甲镇南宫的祝酒文化会当继续传落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